对，因为以前都是在线下做广交会嘛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公司从第一届广交会开始就已经做到现在，年年我们都有去的。然后今年真是特殊的2020年，然后我们就突然间哪里都不能去了。 那客人也不能来，那就只能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去推广一下我们的产品，还挺新鲜的。就希望到时有多点不同的客商来看我们的线上广交会吧。